Now you're recording to stop, you just press. All right.好，各位老师，你们好，新年好！首先，新年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talk。那么这个talk主要是我们波士顿大学从普林斯顿大学请来了这个周志平老师。大家都知道周志平老师在这个领域是非常的有名望的一位老师。那么不仅仅是因为他建立了 这个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在这个 Middlebury， 还有在这个Princeton，还有在 Princeton 边境。那么还有也是因为他培训了无以计数的在美国中文教学的老师，所以是对我们的中文教学是非常非常的有贡献的这样的一位学者和老师。那么所以今天是我们波士顿大学的荣幸，请到了周志平老师来这里给我们主讲。 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现在的中文教学法的一些话题。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希望各个老师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在这儿，大家一块儿交流，就是也谈一谈各自的这个教学经验。当然也谈一谈，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美国这个中文教学领域，大家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探索一些将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哈，我自己是可能对大家都很陌生，我叫庄严，就庄就是庄子的庄，严就是女开颜。那么我的这个英文名字可能和我的这个中文名字的这个拼音不一样，英文的是Yin Chong，first name 是 Yin Y N， last name 是 Chong C H O N G。 那么我其实我是刚在九月份的时候，去年九月份。 刚刚来到波士顿大学，我自个儿呢，我是199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然后呢，在美国的 University of Oregon 读的 Graduate School， 那么毕业以后呢，去了 Brown University， 然后呢，去了 Princeton University，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 Boston University， 那么所以就是说在。 Princeton University 工作的那段时间呢，我也接受到了，有幸接受到了这个周志平老师的培训，也学习到了在那儿的很多非常有效的教学经验。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借这个机会，通过周志平老师能给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些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 talk 呢，主要就是，周志平老师先做这样的一个主讲，那么讲大概可能会。 1个小时左右，那么当然在这中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或者是想进行讨论的，就是请大家都举手提问。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专门的 session， 那么是专门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reception， 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准备了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食物，那么就说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就各位老师就各种话题可以一块交流一下。那么现在我想我们热烈欢迎周志平老师，谢谢。谢谢庄老师的介绍，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波士顿来，然后看到许多新朋友跟老同事啊。 这里像这个哈佛大学的刘老师、黄老师都是多年老朋友了，谢谢大家。我今天倒是准备了这个幻灯啊，幻灯好像不管用，好，但是幻灯不管用没关系，但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个东西啊，可是只是觉得好像连这个都没有，现在变得不太正式那样，就特别准备。结果好，我今天谈什么呢？我主要是想
我就发现我甚至在国内问你到底名字也许知道，可是你看过赵云的什么东西？赵云写了哪一篇落款？没有，真没有，连甚至于说，譬如说中国的这个对汉语，现代汉语的口语音调的转变，什么是怎么来的？到底谁发现有这个半晌，有这个所谓的半三声啊？都不知道啊。 所以这个就出现了现况的另外一个现况，就是对中国本土的语言教学的理论完全的忽略，完完全全，你只要说到跟对外汉语有关系的，无论是教学法也好，无论是语法也好，只要稍稍涉及到一点理论方面的，几乎没有不是洋人的名字出现。有很多人甚至于说。 他要做一个二语习得的报告的时候，用中文没法做，啊，这个我在昆明，我甚至还有这种事，啊，这个，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一个情况是，往往把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方法是某种程度的是迎合洋理论，我并不是在这边提倡做这个义和团，好像要说有反对外，可是我们必须说。 这个洋理论里面是有很多不足的，洋人往往是对汉语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所有的理论都是在教欧洲语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美国政府把外语分成四类，所谓的四个 categories， 这个第一类呢是欧洲语言，像德语、法语。 葡萄牙语是第一类，第四类是中文、日文、俄语和阿拉伯语，包括韩文。现在啊，这个四类语言的定义是怎么定的呢？他说，第一类的语言，如果这个学生要达到一个高级的程度呢，需要的时间是430几小时。 第四类要1300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往往是用第一类的语言习得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第四类语言的教学。那么，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东西啊，中文里面应该突出的。我觉得最近这个中国啊，就是基本上它有一个辩论，说到底是要有一般性还是特殊性。 就在这个中国政府的意思，就是说像民主自由到底是一般还是特殊啊？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走西洋人走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民主自由且先不谈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语言教学这点上，那确实中文应该有中文的特色。这个特色尤其突出的是，我觉得是它的准确的要求比欧洲语言要高得多。你说这个。 中文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有声调的语言，而欧洲的语言是没有声调的，所以你说现在对美国学生说你拿学法语和德语的方法来学中文，这个里头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用过一个说法是什么呢？中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对症下药，结果中国人在这个语言教学里面往往变得是对药发病，把洋人开出这个方子来。 我发一通病给你看，来证明你看方子真对啊！我本来没这个病，可是洋人开了这个方子嘛，我得发一通这个病给你看啊！我们教育里面往往出现这种对药发病的这种奇怪现象，因为洋理论曾经这么说。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洋理论把它归纳一下，可以归纳出什么来呢？也就是在过去30年里面，我觉得啊，就是重语言的功能。 而轻语言的结构，语言的功能，它只要能用，所以像现在所谓的这个任务法或者是所谓的交际法，基本上就是说，只要学生能够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能够用就可以了。在这个结构跟功能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取向的时候，第二个情况一定是重流利。 而轻准确，就准确没什么关系，他只要能够说得通、说得懂，能够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
这个话固然不错，可是你要想一想，要把一句话真的说到人家不懂。